听了。小春哥，今天老婆在台下哦。我没有看过他，刚才我一直在下面出场的时候介绍，跟怎么他，我庙也不敢庙那边，因为我怕。他说什么？他说他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叉叉的喵都不敢喵我。对，翻译一下，对。那你有没有一直在盯着他看？那肯定要的喽，我就这样子叉叉一直盯着他呀。看完以后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他发挥的淋漓尽致。发挥的淋漓尽致。哎，说真的，他来之前到这几个月，你觉得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说实话吗？当然了。首先他变瘦了。哎，瘦了。再来他变聪明了。啊，真的吗？在哪方面？说一下。这样已经是要聪明了。怀疑呀、啊、都不觉得他变聪明了吗？他已经很聪明了。他本来有那个轻微的语言障碍跟结巴，现在是只剩下一点点了，就是没有，嘴臭没有。就他基本都这样子，所以大家知道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怎么过的，都是在猜。对，但这样子很幸福，因为我讲的一半的话他也听不懂，他也记不住，是不是特别好？第三呢，就是他变帅了。嗯，对啊，我。你老婆说了，你认可吗？我当然认可了。他再过一点点就比张智霖帅了。红了，脸红了。来，有没有张晋帅呀？张晋，有张晋帅啦，肯定有啦。张晋都比他帅好多啦。下面要打起来了。我感谢这个节目，让我重新爱回我老公，更爱了，对不对？更爱，不是爱回，更爱。真的是啊，哎，真的是，大家也知道我这十几年怎么过了吧？啊。好可怜啊！好可怜！开玩笑，他喜欢说就说吧，反正就他快乐就我快乐，我不快乐他也不快乐，对。好男人！所以你们是彼此最快乐的伴侣，好感动。这个我还是还没完全搞得懂，第二名跟第五名为什么就没有在里面？又那个海泉哥哥还有尹正说，哎，你是第一名啊！我说为什么是第一名呢？我也不晓得，所以这个第几名都好了，这个夏天是每一个哥哥都在里面，所以哪怕到最后是，对啊。就也无所谓啊，就好像该说，如果十几个人里面十几个人能够成团的话，他说我才不进去，我进去分那个什么演出费，这怎么办？这个也是，但是的话，我要谢谢我家人啦，当然是。谢谢我老婆，还有谢谢我家里面的两个儿子，也谢谢所有的台前幕后的所有的为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刘哥一滴汗的人，都要谢谢你们，因为真的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三十几个哥哥在里面，在舞台里面有的没的那些东西。OK， 所以就
我特别要谢谢天华、小凤，还有汉文。Yeah, I love you, man. 你攞我牌没有？火，哎呦，没有烧焦。你的，你真的会还是在演？饰演一个厨师，我们像不像在饰演一对那个开店的夫妻？你的重量是非常适合啊，我这个厉害了，负重。那你在家也可以健康呀。真的，不用负重做保健。哇，好开心啊！以后我有陪你来健身房的动力了，当你的健身道具。我教你一些新的动作，你看着这个镜子来做。要两个屁股腮帮子就夹起来，屁股腮帮子，屁股腮帮子是什么东西？屁股的腮帮子嘛，就那个臀大肌吗？对对，那个肌肉。屁股腮帮子是什么？好，运动的时候不要笑，笑会泄力。好的，忘记。好啊。对对对对。这个走慢的时候会更累，昏倒。哇，你出好多汗啊！昏死！啊，这个好累。直接走，顺蹲。大家好。你干嘛去了？我化个妆嘛，要见你们嘛。我跟之前他们说，好，现在你可以去见人了。我说啊，之前还见不得人了。化了多久？化了半个小时。妹，我才知道啊，真的、啊嗯、快点，学长好，丈夫好，丈夫什么、嗯、学长的这个丈夫是你是我丈夫，他是随便叫随便认老公都可以。你觉得他爱你多一点还是你爱他多一点？我觉得他爱我多一点。我觉得爱比较重要的是，在他的角度里，所有人中谁是他的最爱？那你不是我的最爱，不是我的最爱。啊？Lucky 是我的最爱。那你们现在这个生活里面还有仪式吗？有。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去工作了，然后很晚才回来，他就给我搞了一个，在我们家镜子上面写了个 Happy Birthday。我回来看到的时候，先是开心一下，然后瞬间觉得说，哎，等一下，这个色号应该是我很喜欢的颜色，我的口红。现在婚姻生活里面目前最缺乏的是什么？两件事情。晚上的时间，我们会在厕所的时间很多。为什么一起上厕所吗？宝宝在房间睡也怕吵到他，所以我们放了椅子在厕所里面，就是为了坐在那儿玩。没有多一间房给你们玩吗？我怕他可以会晚上会醒嘛。对，要听到声音的。夫妻我觉得也是需要有谈恋爱的时间，任何年龄段都要对爱情抱有期望，就总得两个人一起动出去才能比较纯粹的二人世界。如果你只能选一个峰哥跟白发，做你的表哥，做我的表哥啊？当然是峰哥啦，他比你大嘛。白超是你的表弟啊，好不好？嗯。但是要做你的伴侣呢？如果在其他的老公。我们的其他三个老公房里面，
所以你是说，如果四个老公里面要选一个？没有四个，我已经死了。没有四个，我已经死了，只有三个。对。嗯。让我想一想。我想贝尔。对，你会找贝尔。对对对。那什么原因呢？他比较搞笑。而且他也会很爱包包的那种爱，你觉得也是羡慕的。羡慕。好。还有他长得比较老实一点。哦，他说峰哥不老实。没有，跟我比较。跟你比较的很多人都很老实。很老实了。哎，如果我死了。娜娜。你肯定是。娜娜。娜娜不算哦。那你觉得我会选谁？我觉得。其实我也选娜娜，但是如果不是娜娜不算，我觉得你会选子怡。聪明嘛，可是跟你其实蛮那个感觉蛮像的，都是其实都是很厉害的人，很厉害的人。因为我已经试过厉害的嘛，所以像抱抱的那种，好像很搞笑的那种，有没有事？你已经很搞笑了。我已经很搞笑，一起搞笑不是游乐园一样吗？每天回家。也有可能啊。放松好不好？哥哥，人家是按，不是这样好吗？对。不错，然后用一下力，这样。对了，轻一点，再轻一点，高一点点，高一点点。对对对对对，轻一点点，轻一点点，对对对，是这样。犯什么过错？帮我配一些二胡的声音。舒不舒服？舒服，只是你再感觉一下，刚刚人家是按这个地方。对对对，轻一点的，对对对对对对，啊，再轻一点，高一点，高一点，对对对对，放松，再按一下肩膀就更好。先放放吧，快点啊！你想放放就做好一点。但是我往下掉哎，你自己用手拿住那个柄嘛，这样，果然是夫妻肺片，我好像在生产的样子，我死，哎呀，但是真的蛮舒服的，这个真的叫脚底按摩，你看，这个是我新的发明的，对对对。可是我的腰椎的可能从此老起来。啊，你往前一点，我看拿你的头往前吗？这个客人，哎，笑死我了，笑死我了，笑死我，笑死我吧，笑死我吧，快点，还完没完？我们有什么活动呢？没有，我们就继续按。你应该帮我试试看，不是吗？今天是满足我的心愿。什么时候不是满足你的心愿？哎，第一次来那个烧烤也是满足。对啊，不然怎么叫妻子的浪漫旅行？什么？没事。你有冇跌？点样跌亲啊？呢度好跣啊，小心啲啊！我知啊，但你点跌啊？冇跌到。个头冇跌啊！呢个流血嘅样子。咁你走过嚟做咩咧？个碟个。你用湿布抹咪仲湿。那你摆喺度啊！真的太滑啦，那个地。你要高个三袖得唔得？脱了不就行了吗，大卫？我都湿晒啊！不是，我只是做湿多湿。哎，有冇接两下？咪接紧两下咯。
接咗一下先啦嘛，咁样再接多下会好啲啊嘛。好。其实我可以先做那个西多士的那个材料，需要帮忙吗？好，这个可以的，没所谓，因为没开啊。他们发得很优美呢，很优雅，没有见过发蛋这么优雅的。面包准备。个膜唔好整烂住喎，万一你阵间未一定用晒，大概那么多，你要唔要试下先？唔使，咁厚啊！西多士系要厚的，越来越厚，好厚啊，厚啊，厚咗啦，越来越厚，咁厚啊，厚咗啦，好厚啊，厚咗啦。你做这个吧，我切。Okay, 你擦一边得噶，即系吸住咪得咯，唔使擦晒两边噶。唔得，但系薄薄地一层啦，这样才好吃嘛，老公。不会不会不会，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涂一边。你对那个丝多士的那个要求太低了。没有，你必须均匀。
口吃肉。该给你准备暖宝宝了。嗯，有。脚底下的暖宝宝，手下握着，然后身上贴的。垫屁股上的。然后这件衣服不够，到了那儿。我知道。就换在。我里面再加，我还有。然后裤子要多穿保暖。虐狗啊，给你带一坨雪回来。因为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离开过身边人了，挺紧张的。完了，峰哥到了。你们这看着风格有点狠啊，这屋顶什么情况？我先给你看看啊，我们现在有三间房，然后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一间。我让你也尝尝这滋味啊。哎呀，但是我们跟你不一样，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见到你跟你通视频电话的时候是最放松的。好了啊，我待会儿把那个视频看一下，没逮着机会看。好了，拜拜拜拜。嗯，很想听一下峰哥的，因为他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是那种沉默不语的那种艺术家嘛。谢娜肯定比较恨我，我那封信太长了。我觉得他应该是很会写的，哎，是吧？嗯，哇，好厚，好像是一本书。完了，他肯定特恨我，他念了半天。哇，是一本书哎！我们先回去睡个午觉，再出来再听。他很滔滔不绝的，是不是？各位美丽的妻子们，我是汪峰，在这里，我想给你们介绍我的妻子，你们熟悉却也不太了解的子怡。你们熟悉却也不太了解的子怡，一，她是一个喜欢简单、个性直接的女孩，许多事不要遮掩拐弯，即使比较难的表达或碍于虚礼，你只要真诚真实地告诉她，把复杂化的简单的沟通，她会回报你更加快乐温暖的感受，所以我爱她。不行了，已经唯一的老公在里面说我爱她。你们熟悉却也不太了解的子怡，二，二，许多事他很会考虑你们的喜好习惯，依照大家的特点，充分尊重你们的意愿的前提下，为你们做一些有意思、贴心的建议与安排。其实我也是一个善于安排张罗的人。谁问你啦？为什么说你的？为什么要顺带夸一下自己？但与他在一起，我就听他的了。很简单，不听老婆的话很愚蠢。哎，你看看呀，达成共鸣了，太棒了！你看看，他永远为你考虑，这很幸福，这也是我爱他的原因。哎呀，每一篇都要这样扣题。你们熟悉却也不太了解的子怡，三，子怡是我见过的人里面最坚强的女孩，常年的拍摄，追求真实与喜欢挑战的个性，让她从20岁出头拍到现在，一直拖着伤病的身体乐观的生活着。到现在她的左胳膊还是无法像常人一样抬起来，时不时都会疼痛难忍，每一次治疗时都会疼得流眼泪，这些是人们在她美丽光彩的形象背后永远都不知道的伤痛，因为她永远用微笑与阳光面对长久的病痛，这不凡的毅力与坚韧让我钦佩，也因此而爱她。这个，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们对你的印象。好棒！你们熟悉却也不太了解的子怡，四。太晕了。在我眼里，子怡她还有很多特点，例如对细节的苛求，这点也是她能成功到今天的必备素质。记得2年前，我和她为了一封很重要的信，一共修改了15稿，写了2天才发出。即使是同样追求细节完美的我，哎呦，别夸一下，几乎崩溃。
你们熟悉却也不太熟悉的子怡五。喜欢看书，看很多的电影。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跟你们推荐很多好看的书与电影。因为我也喜欢阅读与电影。希望你们能真正了解我的妻子，了解一个真实的子怡。祝愿你们的旅途愉快，玩开心。此致最真诚的祝福，你们的朋友，她的老公汪峰。哇，好了解你呀、啊！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了。没有，我觉得特别温暖，特别好。啊，说出了很多我们真的不了解的子怡啊。谢谢老公。有笑有泪，好温暖呀！很温暖。杰哥，杰哥，哎，啊！我的天哪！你的天哪！杰哥，哎，坐月子的时候在家里闷得很厉害。杰哥有时候开车带我过去，然后那个地方人很少很少，就是我们就会在那儿转，转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哎呀，如果可以去那儿，坐船就好了，因为那个是我就是最想做的事情。你搞这么大一个那个什么？我感觉你不是应该拿个什么花啊什么在这等我，结果你在弄什么调料啊？闻一下，我的天，蘸什么的呀？我给你煮点饺子、因为你这不是要去旅行了吗？哎呀，快点，我先给去谢谢你，给去谢谢你。你因为一个人要出去，所以提前要让你美好一下，是吧？你出去不见得就能吃到我煮的饺子，上车饺子，下车面。怎么开始垮嘴了？是不是？特别感动，都觉得一切都觉得很温暖，一切今天晚上都觉得刚刚好，很幸福。哎，我自己出去，你最怕我什么？我就最怕你第一个行李丢，第二个证件丢，第三个人迷路，第四个太想我。哎呀。其实我想到旅行，从我们两个在一起开始，我们有很多次旅行嘛，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去旅行，就是没有你在，第一次。你会不会有点害怕呢？我心里想的是，一个是确实我不想就是没有你的时候去国外旅行，去外面旅行，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多意义吧。还有一个是，如果是去的话会十天左右就看不到宝贝。希望你这次的旅行结识到好的朋友，然后去到每一个地方都能顺利，然后你学习到更多的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小小的小技能啊，然后我在后方为你做好最强后盾，好好玩，放心的去旅行。谢谢杰哥，今天晚上好难忘，真难忘，难忘就是要难忘。下一次什么时候？下一次很快，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等我生日的时候。好，好不好？好。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份。